现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吃着最贵的雪糕，喝着五折的牛奶。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贝三郎三颗山芋。据说河南的小龙虾三斤到手88次呢，羊毛不好费你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go go go， 进城了进城了。你好，那个小龙虾可以做吗？可以啊。是88三斤是吗？对。那有额外加工费吗？有，10块。十斤一块，一斤10块。我都懵了。好的好的，我自己挑是吗？好。你好，麻辣的。再吃还带走？再吃，得多长时间呀？这个。经常在宝马买东西吗？不怎么经常。要个鱿鱼。一个大鱿鱼。八块一好吗？要拿着。可以直接拿着串吃吗？可以。好。好，谢谢。嗯。你好，我有一个餐好了。好，谢谢。我来一份这个。Hello， 我要一个这个虾，这个组合啊，多少钱？早吃。好，大糖，搞一个。来，先给大家报一下，这个是38一份的虾和花蛤拼盘，然后这个是小龙虾，还要了一个15块钱的轰炸大鱿鱼，这是我目前为止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大的轰炸大鱿鱼，吃过最贵的轰炸大鱿鱼，然后再要了一个5折的牛奶，10块钱，还要了一个中雪糕，先把冰棍吃。大糖系列，现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吃着最贵的雪糕，喝着5折的牛奶。真不错，奶香味很浓，不齁甜。好浓郁，它这个每一个棍上都有一个字儿，你知道吧？你看我这个字儿多神奇，想不出文案想你，宝贝们打在公屏上，想不出文案想你，哈哈哈哈！来干饭，先干一个轰炸大鱿鱼。鱿鱼肉好厚啊，味道刚刚好，肉很 Q。不错，白淘宝永远的神。看小龙虾怎么样？你觉得个儿大吗？你觉得88块钱三斤的小龙虾价格怎么样？这不算加工费哦，算上加工费一斤也要10块钱呢，是不是？确定你在外面买到那些做好小龙虾，价格差别就不大了，是吧？有个虾黄哦，盒子比较硬，挺快的，我以为要等半个小时，10几分钟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取了。他们就是没有面，有面就好了。虾的质感很好，很新鲜，活虾现捞的，你也比较放心。味道嘛，看起来麻麻辣辣的，其实还行，微辣。啊，这附近全都是吃虾的，都来薅羊毛的吗？感觉入味方面差一点点，但是虾的质感很好，虾线要自己挑掉。但我感觉这种就适合是什么？你在家里想吃小龙虾，就让他给你送过来。就不适合堂食，这种氛围没有什么夜市的氛围，是不是？看这个黄，你们爱吃什么味的小龙虾？蒜蓉的还是13香，还是麻辣的，还是咸蛋黄焗的？三斤算下来加30得个118左右，其实跟咱们买的那些40的差不多。我这两天在后台接受了好多女孩子减肥，然后跟我说我好罪恶啊，我刚刚晚饭的时候吃了几个小龙虾，看到你这样吃我就不罪过了。吃虾没关系的呀，虾又不长胖。来搞一个蒜蓉七尾虾，这个虾壳膜有点软。这是我喜欢的味道，蒜蓉的，满满的蒜蓉，吃个哈哈。太清淡了，不怎么入味儿，你必须得吃这个蒜才入味儿。啊，底下泡了的还行，上面没有泡了的蒜，花花不入味儿。38有这么多，你觉得还行吗？啊，中间是金针菇。粉丝，这还有小鲍鱼，这边是虾，尝一口这个金针菇和粉丝，这还挺有夜市风格。果然泡进去才入味，上面浮着的都不入味。不错，38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好，那个混虾喂给你。今天啥也没干，剥虾了。是一个鲍鱼，扇贝鲍鱼虾拼盘，三拼。河马的味道偏淡，你们觉得不？就那种老少咸宜的味道，总体来说偏淡一点，清淡型。就这个麻辣小龙虾，它就偏清淡。
然后可能泡的时间短吧，不怎么入味，新鲜是新鲜的。你们还知道他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全国通用的那种，给我飘在公屏上，下次我来替大家吃。今天居然是没有面的一天，把这个金针菇和粉丝当面吃了。嗯，刚好里面有蒜。四只二十头鲍，我不知道真不真准，反正不大。然后六只金围虾，二十多只，哈哈，就是这一盘38元的海鲜拼盘，金针菇粉丝都很爽快。18+9.9，加这个是38，加这个是53，今日消费133.9元。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喜欢请欢迎小鱼点赞哦，送达一个生牛乳白桃味的季节限定的牛奶。块头最大，居然最便宜。你们的贝贝子现在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现在中午饭了，他们家有一个6块钱的秘制骨汤牛肉臊子面，不可以续面，但送你一个2块钱的冰峰，还有一个秘制骨汤牛肉臊子面可以续面，但是没有冰峰，7块钱，6块和7块，你们选哪一个？我选这个可以续面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Go！ 还是那呀，坐在路边桌子上吃饭。我们现在新集古镇，然后这片呢后面有一个叫什么交易市场，然后有很多从业者啊、工人啊这些来吃饭，所以这块真的是量大又实惠又好吃。哎，这个排排感觉一个一溜好有感觉，冲啊，干饭人！做个面吗？吃，来。有个6块钱，有个7块钱，你这6块钱是不是不能加面呀？2块钱。那我就睫毛线，那我6块钱还能加面，可还可以送冰峰，是不是？真的吗？哎，我就好奇你这6块钱挣不挣钱？量大了是挣钱。那还行，卖的都是附近的这些。刚开始是附近啊，现在东南西北你要都有。慕名而来，拉一个6块钱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有干的，有汤的是吧？建议吃汤。汤的好吃是吗？汤的是这个牛骨汤。哦。这个牛骨汤熬了6个小时。哦，这是我的，这么快，谢谢。哎呀，我天，你都知道我，你可会吃了，是不是？谢谢。我们最后要了一份6块钱的，然后人家还搞了一个冰峰，然后想加其实也可以加，太给力了吧！我闻贼香，他们有一锅牛骨汤，只卖中午，下午可能就没了。哇，蜂鸟来香味，我闻着闻着都饿了，我天哪，蒜贼大，面贼筋道。吃啊，可香了，它是牛骨汤可香了，找到了肉哦，6块钱，你敢想要什么自行车，这么大臊子，这么香的骨汤，它是个牛肉的，就比较友好，好多人不喜欢吃羊肉嘛。哟，你看这肉一个接一个的，而且它红油是很香，还米了呀，西夏应该宁夏吧，这种臊子面跟我们陕西的臊子面不一样，陕西臊子面是酸辣口的，西夏的这种牛肉汤臊子面，这种骨汤牛骨汤，感觉就在吃那种电视片上放的那种红烧牛肉面的那种原汤的感觉一样。老板也挺实诚的，说电子券用的是15%，85%的人都是花的现金，10块钱一碗，量大就赚钱了吧？是不是贼划算啊？我得再放点辣子，我感觉，先吃一口面。每次都是。洗完头，好好收拾了，出门。哦，你吃面啥也不顾，看一下我们的辣子，注入灵魂，一闻就窜香窜香，大起。看蒜，辣太香了。我这种人是不是见不得占人家便宜，点了个手抓，其实是自己想吃。好久没有吃羊肉了，好可爱，这个羊小盘肥瘦相间了，会吃不？香不香？旁边的小哥去加面了。皮肥蘸下辣子，他给了个辣子面，你妈吃羊肉还是牛肉，就绝了，贼辣。羊肉是羊肉最好吃的。凉的。
我这俺还是有风格呢，面还是热乎的。我是加面了，又一次冲凉食堂。有面可以加吗？可以。咦，太美了，还给嫂子了。哎呦我天，加面还给大嫂子，你咋挣钱？六块就买两碗，还买一个酒是吧？我的妈，西安人民最幸福了。好，搞起。又是一碗，这回就是我食堂。老板瑟瑟发抖。哎呦妈，你看看，哎呦我天。我以后也要开个这么个店，就交个朋友，不会挣钱，只会交朋友。嗯。吃碗真够了吗？直接再给你们加一碗吧。老板瑟瑟发抖。然后咱们十二块钱吃人家四碗。真省，也不能太过分了，是吧？这汤看着太美了，牛骨汤啊，精华，它这臊子特别大，我别家的臊子，我往嘴里包就行了，这臊子得让槽着吃。拿勺子，接衣服上了。啊，马失前蹄。嗯，真不爱吃菜的宝宝爱上吃菜。嗯，哇，这三勺子还二有这么多。嗯，这家店常来在那儿，不要穿白衣服就行。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我欢迎我一直再来，我们下次再见。就拿一个酸梅汤，就是不给管子，别再吹。这个缝缝顺了没？舒服。